云子，我交代的事情你都记住了吧？到了那边，有事随时和我保持联系。我们的云子还是这么漂亮啊，难怪姓黄的父子两代人都那么舍不得放下你。可是长官，我觉得你对我好像过于慷慨了。帝国和天皇陛下是不会忘记你的功劳的。我不敢期望过高，我是在想，只要长官你能够记得我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云子，我就不送你了。嗯，你自己回去吧。你不送我上火车吗？云子，你要知道，我的岗位是这里，野春门。哎，这么晚了，那辆车还在码头停着。也许是情人在约会吧。难道他们就不在乎黄浦江边的蚊子？可是对于情人来讲，蚊子算什么呢？可是你别忘了，蚊子可是吸血的。我不陪你聊了，我得回南京端我的盘子。好，我希望你把活干得漂亮一点，宝贝儿。你喊我宝贝儿，谢谢你，长官。那我先走了。嗯，再见。出事了，怎么办？在上面，抓住他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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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哪儿跑？站住！站住！快！站住！站住！哪儿跑？哎，亲爱的。你不觉得这样很轻浮吗？必须用手电才能认得我吗？密码器不见了。
怎么样，马先生？咱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了？可以啊，说吧，想跟我聊点什么？第一，我需要知道你的身份。中国人，男性。第二，我需要知道你的任务。任务？哦，我的任务嘛，当然不仅限于跟你调情。那好，第三，我需要拿埃格玛来交换你的性命，怎么样？不要以为你会杀人就能取我性命，你跟我过招我觉得还嫩点。我这样回答你满意吗？我很不满意。马云飞是为了我才被他们抓住的，要没他我们就全完了。必须把他救出来，这件事情我去和冯先生商量。敌人已经发现了，怎么救啊？怎么着也得救他，欠他的人情我可还不起。先把密码机带回去吧，眼下敌人不会对云飞下手。马先生，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可我这人就喜欢吃罚酒，尤其是漂亮女人。放。
这回咱俩扯平了。什么扯平了？啊！我救你呀、啊！救我？什么时候才来啊？害我喝了那么多的水，救！没淹死你小子就不错了。你才被淹死呢你！你小子怎么一点儿都不感谢我呀、啊？这么说，你是不打算回家了？国都快亡了，哪儿还有家呀？再说我这个人散漫惯了，当初也就是因为这个才惹戴老板生气的。把这个收好。过去的事情就别提了，这次你既然回来了，还是一块儿干吧，上海站这边也正缺人手。我是不会再回你们特务处了，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度假。选择这样一个阴霾四伏又烦躁不安的季节度假，你老兄可真会挑日子。天气是不好，可我的心情不错。是不是有人先我们一步恭请阁下了？什么价？哎，我照样给你吧。老于，咱们两个不做生意，我这次回来就是会几个朋友。该不会是共产党吧？是又怎么样，国共不是又合作了吗？蒋委员长也把周恩来请到南京了。这倒也是。哎呀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嘛。岳飞老弟啊，不瞒你说，此事是戴老板特别吩咐的。如今大战在即，你总得给我个面子，要不我这趟回去可真不好交差啊。老爷，今后要有好的买卖，我愿意合作，到时候你可别亏了我啊。云飞，大家都在等着你一起吃饭呢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你应该是国防部的欧阳参谋。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。于先生，和我们一起去吧。是啊，老于，一起吧。既然是家宴，我就不打扰了，再见。是戴雨农派来的。放心吧，欧阳，我是不打算再回去了，只是我还有些事情没有了，这心里边不大舒服。云飞，竹内云子的事情我已经跟冯先生说了，他或许能帮上点忙，对吧？哎，金平，有什么情况？我刚才去了冯先生那里，他说日本领事馆正在秘密地进行撤侨。撤侨？
撤侨是交战前的惯例，看来日本人真的要动手了。这是刚刚截获的日军第三司令官长谷川谦给东京派的急电，要求速派600名建筑工人来沪。来，来那么多建筑工人干什么？恐怕是为了赶住机场，以应战事之需吧。志博，你明天负责把这件事情核实清楚。好。嗯。站住！有证件吗？给。进去吧。你想死我了，黄科长，你怎么不分场合啊？来，我已经3天没见到你了，这3天你去哪儿了？说过多少次了，这个叫廖雅泉的女人是不能轻易接触的。你如今是外交部的科长，生活上要检点。父亲，小廖他是个孤儿，七七事变以后逃难到了南京，一直靠勤工俭学。哎呀，行了，他是什么人？我比你清楚。哼，什么孤儿？他难道不是孤儿？胜儿，目前中日之间战事已开，你我都是在政府要害部门供职，我不希望你在这个时候有任何闪失，懂吗？父亲，这只不过是我的一点私事，与中日战事有什么关系？不要问那么多，你爸爸是不会害你的。可我决定娶她。现在我们要趁敌人的主要兵力集中在华北之际，于8月上旬率先在上海布防，尤其要一举歼灭日本海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军舰、船只以及海军陆战队，将未来的战事引向东南淞沪一带。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，我命令从即日起，海军在最狭窄的江阴要塞实行火力封锁，扣留所有释放舰船，设置水雷，使日军海上的攻击体系彻底瘫痪。
约我出来就是为这个呀？啊，我还有点事，先走了。哎，假正经。为什么不使用电台联系？电台坏了，来不及修。你穿男装倒是很英。有什么新的情况？高寒，你看，日本人好像有些不太对劲儿。通知长江流域的日本船只收到此电文后，做例行的检修，以迎接长官的来访。南一号迅速返回公海待命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
欧阳。哎，刚才啊，我见到钟西平了。你别说，收获呀真不小。我今天呀，要好好的感谢你，还有那个神秘的冯先生。看看这个。哎，这南云号是日本第三舰队的一艘小型护卫舰，平时在江阴要塞停泊，怎么突然让其调进公海？该不会是要打仗吧？完全有这个可能。哎，你看看，这是一条奇怪的情报。长江流域的日本船只至少有30艘，那位可能来访的长官跑得过来吗？为什么不明确指出他将要访问的是哪一艘呢？再者，作为小型护卫舰的南云号一般是随大舰而动的，怎么单独行动呢？这不合常理。那为什么要发出这样一条电文呢？大姐，我觉得敌人是在试探性的发报，这种反侦察的手法在密码战中是有过先例的。高寒分析的没错，这是对手的试探，是佯动。因为密码机在我们手里，他们想试探一下我们是否有破译他们密码的能力。好狡猾呀。那我们就不予理睬。啊？江阴要塞有什么动静吗？一切很平静，南云号顺利通过，已经2个小时过去了。哼，这么说那些人暂时还不会玩所谓的艾格玛密码机了。是，眼下就连德国人还处在对艾格玛的研究当中，我想那些人根本就不会玩。云子，使用同一套密码给他们发报，电文如下：前电撤销，帝国海军第三舰队、海军陆战队以及停泊在长江流域的日本商船，务必在8月7日之前闯过江阴防线，撤回公海。好家伙，跟咱们玩起捉迷藏来。可不是，这个情报很重要，我们必须连夜赶到南京去。什么人？我是原国防部特工马云飞，我的编号是031，少校军衔。哎，我有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要向你们戴主任汇报。长官不在家。能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吗？该问的问，不该问的别问，既然当过兵就该懂这规矩。误会，我老这么端着多辛苦啊，啊，兄弟！混蛋！哎，一个上士，敢对少校这么耀武扬威的，啊？这回你领教了吧？这就是我们党国的机构。我真是不明白，你说现在，这日本人已经把炮对着咱们的家门口了，已经把刀架在咱们脖子上了。可你瞧他们，现在你该懂得我为什么要脱掉这身军装了。走吧，直接去国防部。国防部？你是不是觉得你的面子比我大呀？我跟你说，对待你这么一个女儿，就算是回娘家，这娘家呀也不会给你什么好脸色。建平，不是我不给你面子，情报的事一直都是姓戴的那边管着，我们也不好随便的插手。怎么叫随便插手呢？哼，哎呀，你的脾气啊，可是一点都没改啊。改不了了，也不想改。吴副官，啊，你好。哎呀，好了，你啊，就别再为难我了。你说我在为难你？
建平大姐，既然卸甲归田，我就奉劝你一句，就别操这份闲心了。都知道戴笠后面的大老板是谁，不好意思，真的插不上手。吴参谋，是不是等日本人的枪口对准你们的脑袋，你们才插得上手？欧阳，欧阳，你听我说，哎，欧阳，哎，什么玩意儿？手头短了就直说，还说什么重要情报？欧阳，先住下吧，我再想办法找找熟人。咱们呀，得亲自去找老头子。连何应钦、戴笠都朝拜不上，还敢惊动龙将？死马当作活马医吧。别白费功夫了，时间紧迫呀。我们会提前协力迎接来犯人，但是宣言不等于是宣战。中国政府为什么不对日本宣战？是不敢，还是时机未到？这个啊，我无可奉告。好的。国难当头，我没有理由不这么做。欧阳，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事儿，各位先请吧。没事，我们走。谢谢，先生，谢谢。你好，欧阳，你好，你好。收获。哎，怎么何应钦又把你召回南京了？没有，来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王铁生参谋，这是我的校友马云飞。啊，我知道他，以前做过东京领事馆的武官人员。你好，我是建平的老街坊。经常听欧阳提起你。你好，最近在忙什么呢？哎，这不明摆着吗？日本人眼看就要向上海动手了，我的工作倒还不累，看见了，伺候一些外籍记者。哎，建平，你好像有什么事吧？我们想接近一下老头子，有点重要的情况。是这样啊，这恐怕很困难。这样吧，我呢可以带你们进大院里，但里面的小院就得你们自己想办法了。嗯，好，好，走。行。停车。证件。嗯。请。船正要通过要塞，封锁这个要塞。啊！快关闭要塞，别让这部船跑了！关闭要塞，关闭要塞，快！你说什么？海军报告说，他们在江阴紧紧扣留了两艘日本的小商船，长阳号和大真号。其他的呢？其他的呢？在江面之上，日本的舰船难道就只有两艘？逃出江阴要塞的日本舰船，大约有三十几艘。娘西皮！一夜之间，三十几艘舰船就这样没有了，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？校长，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。思考？你打算思考到什么时候？等你思考成熟了，我的脑袋早被日本人割走了。雨农，这件事你要亲自过问，无论牵涉到谁都必须一查到底，军法处置。是。
这也是你的机会啊。你的军统我马上会在复兴社的基础上为你搞起来的，我怎能为你搭台，戏还得由你自己来唱，只希望这头一出戏不要演砸了。学生绝不辜负校长的重望。